好了，上一次我挑战这一个的时候，被那个谁啊，被那个给 KO 了。被那个给，被那个叫一番的辩论的输给他了。你就在那边等着吧，我这个我也不打他。单挑，换我上阵了。人才，人才，登用一下。穿越好吧，奖金还有，这个不打他。我现在就想跟那个和平谈判，和平谈判。简雍来了，麻烦。这边也有，哼。这么快，打了，才700多。军事没能出征啊。陈角武力上来了，
别这样啊。痛痛痛痛痛痛！完了。又来。怎么都想进攻我呢？交给我了。再来个智力高一点的，先回去吧。这么多。先待命吧，没有行动能力了，那一个就让在那边跟他耗。这一回合应该可以停战了吧。哇，俘虏啊！挑战的是陈琳，如何？
互相冷静啊。不会吧？居然他比我还愤怒啊！该是愤怒了吧？近点吧。啊！然后我也来。不会吧，我愤怒居然搞不赢他。都是冷静型选手。不能让他镇静的。让我大喝一次好不好？啊！完了，还有一次啊！别这样啊！天命啊！为什么这一个辩论的都输，智力的低的也赢不了？还好可以载入啊。出征吧，过来这边打魏延。什么好对
对哦，好像可以登用款约。哎，不行啊！这边待会又要一大堆的出来了。陈道呢？60000个啊！来了。机遇这么强吗？等候多时，换我上阵了。这么快啊！先回来吧。智力再加武力，没有了，这边应该没武将了。否，毁了他。快点完成。陈道。这些家伙，8个月。是。
修补一下吧。是。朱桓吕蒙雇佣蒙兵过来，这么多。新平糟了，不会吧，怎么改变结果了？灯用一并俘虏啊，居然不跟我停战。智力只有你了，武力兵 A。
这个还不跟我